的武术，同人及武术爱好者们，你们好。布鲁诺在西班牙奥林匹克格斗联合会开设了中国传统少林武术部门，我们非常高兴弘扬中国武术是大家的心愿，文化让各国的友谊更长久，生活更美好。希望你们努力学习，刻苦训练，争取更佳的武术成绩。我作为一名少林功夫弟子，衷心祝愿布鲁诺你们越来越好，心想事成。